那你好，哎，我今天终于见到实物了呀！我觉得你可能长得跟姚琛养的那个仓鼠有点像。老师剪的呀？你自己想要齐刘海？对对对。因为我看粉丝都说你头发可能是自己剪的，因为感觉技术不是特别过关的样子。嗯，中文造型可能不太，平时可能比较少。我会自己修一点点，但是不会说修哪里啊？大卷，就是这两边，还有这边。你技术有好到可以给别人剪头发吗？可以剪，但剪不剪得好看呢，就不好说。剪不剪得好看呢，就不好说。所以不是因为发际线。发际线，我发际线挺好。可以看一下发际线吗？发际线挺好。对呀、啊，发际线很 OK 啊。反正上面可能有点。这里吗？对，那因为那儿有个旋儿。为什么粉丝都担心你的发量啊？就可能头皮有点白，完了就显得好像是脱发，但其实并不是。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发量，是非常健康的。大家是说我把帽子戴起来，然后就戴在耳朵后面啊？这是什么样的新时尚？我从来没见过。你从哪来的灵感？就没有灵感，是因为当时戴帽子，然后拍摄就拍不到脸，所以我就弄到后面就脸就出来了。所以有引起营里的那个风潮吗？我看好像很多人 都喜欢这样戴。现在开始这么戴了。你那个直接把帽子全部遮住脸是怎么戴的呀？就是把它戴起来往前拉嘛。因为这个被粉丝评为你的周震南迷惑行为大赏之一。你知道还有其他什么迷惑行为大赏吗？不知道。这营里有养鸡有养鸵鸟，给了你的灵感。当时因为之前是看了一个视频，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当时就想的是来这个是培养演技的是吗？我觉得是解放天性。那还有其他迷惑行为，比如说毛毛虫是怎么回事？纯粹是为了整蛊。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没有啊，就是互相伤害。对，就有模仿的比较好的，有模仿的比较差的吗？都没我，都没我像毛毛虫。几点起床？没有公演的时候。没有公演的时候，那可能有些时候会很早，比方说七点就。七点起床是干嘛呀？拍摄，会有一些拍摄。有公演的时候是比较忙的。是的。最少的时候一天睡多久？最少我们当时七天睡了十个小时。七天睡十个小时？对。这不是用生命在耗的感觉。对，怎么坚持得下来的？你人到后来不就感觉是迷糊的状态吗？但是开心啊，因为在做自己喜欢。是你做 fireman 的时候吗？对，是在做 fireman 的时候。就要创作，要唱，要编舞，当时要编曲，要编舞，还要写 raps。你会觉得说这么苦，有点坚持不下来的感觉？还好啊，我倒是觉得其实挺爽的。战斗到极限的感觉。还是说你自己觉得爽，但是你的队友已经都不行了？我的队友其实有两个人跟我是一起，就是这种可能疯子吧。嗯，对，其他的几名队友确实觉得所以你真的是做起音乐来真的是像疯了一样。那你也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就算了吧，这个实在是太累了。其实没有觉得说，没有说每天自己算，只是当时七天熬下来过后，这么一回想才发现好像每天也只睡了一个多小时。有养生吗？每天吃护肝护心。真的是没有。不要翻白眼说这是我平时的表情。真的是没有手机的，但他们最近会发手机给我们练习，但那个手机也是连不了网的。下象棋。我的妈呀，其实还会有蛮多那个。那你们会在旁边放一杯枸杞茶什么之类的？我个人喜欢喝绿茶。你人真的和你感觉是一样的呀。你这是个老头哎，感觉是的。我们一般的话没得睡。没得睡，就公演的时候会忙一些，然后拍摄的时候也会有，因为公演完了就接着就是拍摄了。对，但有每一次公演结束都会有那么几天时间给我们调整装备。嗯，对，那几天可能就是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了。因为我去年有做像孟美岐他们，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看你要演出，你要排练，你还得拍广告，各种各样的行程，
一天睡两三个小时，这种不会让你怀疑人生吗？说我有点坚持不下去啥呀啥之类的，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不是应该的，有些艺人的工作，你觉得这是平常的生活是吗？对对对。你有没有觉得说我把这个节目完了之后，我出道了之后，我就有出头的，有看到希望的这种感觉？有可能自己经历过一次吧。其实出道不意味着出头，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的一个开始。因为你出所谓的出道成团过后，你要挑战的对手，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比现在难度更大，而且更怎么说呢，更复杂的一些事情。之前其实不会像现在那么想，就之前因为之前都是一个人，可能自己能决定很多事情，比方说想唱什么，或者说这首歌要以什么，就是怎么去做，都是可能个人意愿这样。但现在可能从个人到团体过后，要更多的其实是学会去倾听队员们的感觉。我个人其实是练习的时候比较严肃，因为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很怕你啊？其实没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这个性格的。对，因为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就是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练习，就是练习的时候就好好练习，然后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哇，真的很拽。对，第一个，觉得自己可爱吗？不可爱。你知道自己其实是奶萌路线吗？其实是，应该不是吧。你觉得自己像利威尔宾长？你说的是哪方面像不像？是身高吗？身高可能我比他还是高那么十多公分的嘛。追平身高的方法只有增高垫吗？追平身高，追谁身高？增高垫是你人生必需品吗？来创作营之前其实不是，因为我是觉得不太在乎这个事情。你鞋子里是有增高垫的？哦，今天是有的。对，不太在乎这个事情。加起来有个六七厘米哦。差不多。你健身房是多少？因为现在应该一米七八七九了。有吗？我健身房一米七二。真的吗？我觉得没有。你也有增高垫啊？我现在可以穿着增高垫去跑步机上跑步，就穿着这个鞋。我可以穿增高垫练一天吗？真不是那么可爱。没有什么太烦的地方，我俩这么多年都没吵过架，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觉得他应该也不觉得我可爱，因为在他心里我就是翻白眼的人，而且我老怼人。这姚晨，你头发怎么那么油？对，你头发怎么不好看？对，你要给镜头看一下你的手，还好吧？哇，你的手也太粗糙吧？对啊。哇，你大拇指已经大拇指一咬的快没了。大拇指。没事儿就喜欢摇手，然后灵感其实大多来源于厕所。厕所马桶。好的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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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